那我们来说一个电视剧《盛夏晚晴天》啊，在这个剧当中呢，刘恺威是身兼制片人和主演，女搭档还是杨幂。不知道在选角过程当中，身为制片人的刘恺威会不会为女友开小灶呢？你演这个角色是你自己毛遂自荐的呢，还是说是制片人挑选的？算是我。